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是 Rose 石金霞，我们一起读圣经，以斯帖记。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一起开始读以斯帖记了。以斯帖记它所记述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被掳归回的第一批人之后。和以斯拉率领第二批人归回之前这一段时间那么他呢讲述的是什么呢？不是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人，而是讲的那些呢没有归回就留在波斯的那些以色列人的故事。很有意思啊，而且我们前面也说了，以斯帖记是和路德记两卷唯二的用女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圣经里边的经卷。而且以斯帖记呢，它在这个圣经这个经卷里边呢，是一部有争议的经卷啊，有很多这个基督徒，包括很多领袖他们不喜欢以斯帖记就是觉得以斯帖记不应该放在圣经里，它比较适合放在犹太人的经卷里因为圣经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那这从基督徒的角度啊，就说以斯帖记太犹太主义了，他在这一卷呢，在犹太人里的经卷里确实是很重要的一卷犹太人他们过普尔节的时候都要这个抄诵以斯帖记，因为以斯帖记呢就是记述了犹太人的这个普尔节的来历，对啊，他是记述了以这个犹太人普尔节的来历，犹太人他们。有几部这个经书呢，是在他们过一些特别的节期的时候都是要抄诵的，其中以斯帖记就是一卷，当他们过普尔节的时候是要抄诵的。我们呢就不会重点的探讨这些方面的问题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行了但是事实上呢，以斯帖记在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所有的圣经里边都是作为圣经的经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呢来看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以斯帖记的第一章是相当于以斯帖记这部经卷的一个序曲对，是一个序曲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这个亚哈随鲁是第四任波斯国王他的名字呢，这是一般都是说叫薛西斯亚哈随鲁呢，就相当于是法老这样的就是他是一个称谓就算是一个称谓就类似于那中国的说皇帝明白吗所以他其实不是这个王的名字他的名字应该是叫薛西斯那么他是第四任国王他的儿子就是谁亚达薛西。亚达薛西就是派以斯拉派这个尼西米回去的那个亚达薛西，是这个亚哈随鲁这个薛西斯的儿子。那么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就是大流士，大流士一世，大流士一世那他父亲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印度，然后把这个帝国扩张到了这个西亚这个四大帝国是成为就是西亚，当时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嘛，是吧？那么当时他的父亲呢，大流士呢，就是扩大到当时最大的一个。
那么亚哈随鲁登基的时候呢，波斯帝国的疆域就达到了顶峰啊，就是这个东边达到了印度河呀，是吧？西南到尼罗河上游，横跨这个亚非欧啊，可以说是哈，那么他当时呢，就从印度直到古什，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也就是他登基的时候是个冬天啊，应该是个冬天，因为苏珊呢是这个波斯国王呢冬天在那边过冬的那个这个宫殿啊，那个都城啊，所以他应该是个冬天登基的啊，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那么他在位的这个第三年，当时也是在这个苏珊城，也是在苏珊城。这个苏珊城呢，是当时波斯帝国的四个王都之一嘛，就是其中有大家很熟悉的巴比伦。是吧？还有一个以前也出现过叫亚马他，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叫波斯巴利啊。那么苏珊是主要是冬季，他们就会在这些波斯帝王这个帝国哈、帝王啊，他们就在苏珊过冬，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地势比较低啊。而夏季呢，他们就会在北部的高地亚马他城啊，因为那个地方北部高地啊，他在那里避暑，因为。人家地域辽阔呀，有四个都城啊。那么他呢，就是在位的第三年，在位的第三年是大约是公元前483年，大约是公元前483年。那么这个时间呢，就相当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那么这个当时。因为呢，这个亚哈随鲁王的父亲大流士一世呢，当他在这个准备再次远征希腊的时候去世了，那么他呢就这个发遗命给自己的儿子啊，说让他将来要为父报仇雪恨，是吧？要扫荡希腊，所以呢，这个亚哈随鲁呢，他继位之后，他很能干的啊，他。第二，他继位的第二年就平定了埃及的叛乱，然后第三年，也就是说这一年哈，他就开始筹备要远征希腊。所以他筹备远征希腊呢，他就要召集各族的士兵啊，还要建造这个浮桥啊，还要呢就是准备各种这个军备的这个物资啊，还有挖掘这个运河呀等等啊。那么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苏珊城啊，就是把他的这个权贵们、各省的贵胄和首领们都召集来啊，给他们摆设筵席啊，然后呢，把这个荣耀之国的丰富和美好尊严的这个尊贵啊，都展示给他们看。一共呢，他摆设了180日的筵席。摆设了180日的筵，他其实就是想干什么呢？这是一个战前总动员啊，战前总动员要去远征希腊啊，战前总动员是强敌嘛，是吧？他要筹划了这个空前的一次这个百万大军的远征啊，那么这个远征呢，对他来讲啊，这个意义重大，是吧？他父亲之前失败了，是吧？他想呢，就是卯足了劲儿，是吧？我要战胜。然后他希望呢，自己手下这些，因为你想他幅员这么辽阔，很多地方其实都是相当于是属国，对吧？他要想让他们对他效忠，是吧？所以他对他们进行款待。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等呢就是这种。整个帝国的这个127省的这些贵胄首领，用这个丰盛的筵席犒赏了180日之后，他又专门的为苏珊城的大小人民
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这个是专门为书山城的设摆了7日筵席哈。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营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喝酒有例，不准勉强人。殷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哇，这是王恩浩荡啊！大家这样尽兴，大家随意，是吧？谁也就是说不用说哈，必须得怎么喝怎么喝，是吧？你们就各随己意啊，把这个王宫里边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帐子，各种五颜六色的，是吧？然后各种丝绳、麻绳，是吧？然后银环、白玉石柱、金银床榻，是吧？红、白、黄、黑的玉石啊，在铺石地上，然后金器皿、赐酒。器皿还各有不同，喝的酒又都是御酒啊，不是一般的酒啊，都五粮液级别的，足见王恩深厚。这个王想笼络书山城的大小人民哈，这个用心可以说非常的良苦啊。然后呢，王在这里。是吧？为这些大小臣民呢，当然都是男性啦，是吧？而王后呢，当时她的王后叫瓦什提啊，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啊，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王后呢也来设摆筵席，在宫内来招待那些这个家眷，所以说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王后呢。也承担了这个后宫之主，是吧？这个王在殿前，王后在宫内，这个时候还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是吧？很和乐，夫妻二人，是吧？同心，其利断金，对吧？可是呢，到第7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喝到第7天。注意，前面已经180天完了之后，这是第7天哈，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雅拔他、悉达贾加，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没有啊？这个亚哈随鲁王明显着是喝酒喝得太高兴了，忘乎所以了。你要知道哈，你作为王在殿前，在前殿大宴群臣、大小臣民，是吧？这是你们男人的欢宴，对吧？而你的王后瓦什提呢，也在尽职，她在宫内为那些。女眷们设摆筵席，你们就应该是各安其职嘛，对吧？这不挺好的吗？可是他这个时候呢，却派了7个太监。我想啊，这7个太监啊，有的人说是7个太监一块儿去的，是吧？那我觉得有可能是派了7次，先派米呼曼，王后不来。又派比斯他王后不来，再派哈伯拿王后不来，再派比克他，再派雅拔他，再派西达，再派贾加，王后拒绝了7次。为什么王后要拒绝他？很多人在这里解经的时候都会说你看这个王后这个雅什提这个瓦什提呢太骄傲了，他不听从王命是吧？那么他傲慢。恃宠而骄，恃美而骄啊，这个要不得这个女人。可是你要看呀，这个王后在干嘛？王后不是在后宫里自己这个是吧？这个卧榻之上是吧？这哪管她洪水滔天？王后在后宫里也在工作呀，在宫内为妇女设摆筵宴呢，是吧？
然后呢，亚哈随鲁让王后来干嘛？让王后来干嘛？让王后戴上冠冕，来到王面前，让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她是想来证明我们夫妻同力合心，让你们看到王后的尊贵。不是，他只是说我老婆很美啊，我老婆是这个整个波斯帝国是吧最美的女人，爱卿们，我要让你们看看最美的女人是吧？我身边最美的女人什么样的，怎么美？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连喝了第二轮的7天，到第七天了，请问？那些随意尽兴的在亚哈随鲁王面前喝着御酒，举着金杯，是吧？然后黑红白黄绿白什么这个丝线帐子什么玉石的那些男人们喝的怎么样了？舌头都短了吧？眼都花了吧？脸都红了吧？脖子都粗了吧？是吧？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王后瓦什提戴上王后的冠冕来到这里，你迎接她的会是什么？会是尊重吗？会是什么？非常大的羞辱，不是吗？我们任何一个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你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你来看看，当一个男人喝到这种程度，说把我老婆打扮打扮出来，给哥们们看看。请问你觉得这个男人怎么样？当一个国王喝到这个程度说，去叫王后穿戴整齐出来，让我的臣民们看看她的美貌，你觉得这个国王怎么样？所以你觉得瓦什提该不该拒绝？瓦什提拒绝是因为骄傲吗？瓦什提拒绝是因为亚哈随鲁王提的这个要求是怎么样？是不合理的。是不合情的，是不体面的，是可耻的，对不对？所以王后瓦什提并没有喝醉啊，是吧？瓦什提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瓦什提不是一个低贱的，是吧？你以为你是歌女呢，是吧？是吧？她拒绝了，是吧？啊，来在酒酣耳热的时候来展示自己的容貌。哼，这是有失体统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瓦什提的拒绝是正确的。但是你看，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他甚发怒，心如火烧，这几个字写的真是太好了，就是写出来这个时候一个醉鬼。他已经喝醉了，实际上是吧？哎，一个不知道尊重自己的妻子的男人是吧？一个相当无耻的男人被拒绝之后，他恼羞成怒，心如火烧。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马他、他什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识时务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么办理呢？大家可以预测一下，这些人会说怎么办理呀？他们会为王后瓦什提求情吗？他们会委婉地说，王，你的要求是过分的，你在放纵肉体，是吧？你要满足你和众臣子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可是几乎可以对王后视奸呢，这是。是吧？啊，你应该是在你树立权威的这种重要的场合，你却发出了荒唐的命令，所以王后拒绝你，你这是自取其辱。
是吧？因为你放荡了，是吧？啊，你放屁挟持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应该反省，是吧？啊，你应该感谢王后没有听从你这样的这个歪曲悖谬的命令。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七个大臣会不会呢？有一个词可以告诉你他们会不会，哪一个词啊？答食物，这个翻译特别好哈、啊。答食物，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些位高权重、坐高位的，是吧？所谓的知立明法的人，他们实际上是答食物的明哲人，所以他们才不会在乎什么正义啊，什么。什么真理是吧？什么尊重是吧？哈，他们只在乎什么？王这个时候怎么样了？发怒，心如火烧是吧？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乎，他们就给了王这样的建议。米卜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雅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她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卜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这就是《以斯帖记》第一章的内容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哇，看起来啊，这是符合圣经的。不是说了吗？丈夫是妻子的头嘛，妻子应该顺服丈夫，是吧？所以你看，人家米姆干提的建议是吧？人家波斯王和众首领是吧？都是啊，让丈夫在家中做主，是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的贵贱，都必尊敬他，是吧？不可以，是吧？去藐视你的丈夫，不可以不遵从你的丈夫。很多愚笨的男人，是吧？啊，很多愚蠢的女人可能都会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已经用了愚笨和愚蠢了，对吧？也就是说我是不赞同的。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整全的来看，你不能断章取义。在这里，实际上这个米卜干他是在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啊，他是在把。这个事实歪曲，本身是什么？是你这个亚哈随鲁王提了不当的要求，被王后瓦什提严词拒绝，对吧？如果你真的这个米卜干，你是一个忠心的啊臣子的话，你是一个啊真正有智慧的啊一个正直的人的话，你应该让王息怒。告诉他，王后在做王后的工作，你在做你的工作。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这样藐视自己的妻子，羞辱自己的妻子。你羞辱自己的妻子，你还说你的妻子不尊重你，是吧？因为你羞辱她，是吧？你得到。他的拒绝，这个叫自取其辱，对吧？你自己酒后失态，是吧？你应该自负其责。
然而呢，我们看识时务的米姆干以及众首领，却完好的来干嘛？给亚哈随鲁王脸上贴金，给他脱卸了责任，把屎盆子就扣在了这个王后瓦什提的头上，而且，来公报私仇，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是吧？你的王后在众人面前让你下不来台了，你恼怒她，于是你就假借什么什么，这就会影响不好，怎么样，是吧？然后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重她，等等，然后就搞了这么一个诏书，发下全国，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这就是巧立名目啊。是吧？那么，所以呢，大家看啊，这件事儿，不要觉得啊，亚哈随鲁这事儿做的挺对，是吧？米姆干这个建议很好，是吧？这实际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亚哈随鲁是一个什么斤两的啊，什么样的一个国王了啊？那么他后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后面还会不断的看到他这种出尔反尔，被仁义啊，被己意啊，这种掌控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是必然的啊。但是呢，这件事呢，就引出了后面要出场的以斯帖。因为以斯帖后来就是这个瓦什提被废黜之后，这个亚哈随鲁又选天下美女，从里边选中了以斯帖作为下一个王后。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么美貌绝伦的王后瓦什提呢就不会被废黜。那么，卑微的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以斯帖也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外邦之王亚哈随鲁，他是外邦的王啊，就不可能成为他的王后。所以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神的旨意，神要让亚哈随鲁王把后面的以斯帖立为王后，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神要用以斯帖来拯救即将遭难的以色列人。那有人可能说，那这个王后瓦什提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办呢？是吧？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是吧？有的人呢考证啊，说这个王后瓦什提呢，其实呢她就是后来即位的亚达薛西王的生母，这是有一种说法啊，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呢这个占大多数的啊，就说她呢这个王后瓦什提呢，她的父亲是帮助这个。亚哈随鲁王的父亲大流士一世取得王位的七个功臣之一啊，七个大臣啊，而他的母亲呢是大流士一世的妹妹，所以他其实和亚哈随鲁王还是这个表亲啊，那所以说他是家世显赫的啊，是贵族出身啊，你想啊，人家是这个这公主啊，是吧？大流士一世是吧？的妹妹是公主嘛，对不对？然后呢，人家又是功臣和公主啊所生的女儿啊，那么他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呢。她应该是怀孕啊，因为这个亚达薛西王呢，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亚达薛西王是在这一年出生的啊，18年后，这个亚哈随鲁王死了，这个亚达薛西王就即位了。所以呢，人们说，如果这个王后瓦什提就是亚达薛西王的生母的话，那么后来当亚达薛西王继位之后，这个瓦什提呢，他就是。太后啊，
太后之一呀，是吧？她是太后呢，以斯帖那时候还活着，以斯帖也是太后，那就两宫皇太后是吧？哎，所以她后来还影响波斯的朝政很多年啊，就是她并没有被杀啊，她只是被废黜了这个皇后的位子啊。OK，这是给大家补充一下哈，这是一种说法哈，这是一种说法。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合理的啊，要不然的话，这个瓦什提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呢？是吧？他这个7个太监派过去，连发7次都拒绝，是吧？那因为人家有实力，有实力有势力啊，就是被废黜了也不怕，是吧？还有儿子呢，是吧？而且人家。自己还有什么？还有自己的家族的势力啊。OK，好，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哈。还要补充一下啊，还有很多这个灵异上面的结晶的哈，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啊，说这个亚哈随鲁呢，在这里就代表的是啊这个君王。代表的是哪个君王啊？代表的这个上帝、耶稣基督、神啊。这个瓦什提呢，就是代表的人啊。所以呢，你人呢，你不能骄傲，你要呢啊顺服君王啊。就像呢，这个妻子呢，你要顺服丈夫啊。所以呢，这个啊，所以说呢，你看你要骄傲，你不肯顺服君王，那么你就会被废黜。我是很反感这种解法的哈，我觉得这种解法是完全脱离这个圣经的文本啊，是属于私意解经。哪怕这种解法有很多很有名的人、很有影响力的这个人都这么解，但是我也是反对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的观点是怎么样？你们是赞同我前面的对这个瓦什提拒绝？亚哈随鲁的愤怒和惩罚的这个分析呢，你还是赞同刚刚所说的这个代表了亚哈随鲁代表了耶稣基督，这个瓦什提代表了人是吧？啊，人不能骄傲，要顺服耶稣基督。请问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像亚哈随鲁这样提出无理的要求啊，是吧？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乱联系、乱比喻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圣经当做一个整体、一个整全的东西来看啊，这是我的观点啊。好，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互相交流哈。好，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 Rose 石金霞，今天是2023年9月28日，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祝福大家，哈利路亚啊！欢迎大家 PayPal 或微信赞赏支持我的事工，爱你们。